我的这个翡翠的这个吊坠吧，它是我爸爸给我设计的，因为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我就有戴了一套乒乓球的项链跟手链，东京结束以后再到世锦赛的时候又给我设计了另外一套的以梦字为主体的乒乓球的项链还有手链，所以这是第三套。它的寓意就是因为上面有一个乒乓球拍的一个样子，一个下面有一个小吊坠，然后下面是一个圆形的翡翠牌，它的寓意也是希望能够在这届奥运会能够圆满吧，圆圆满满吧，因为它是圆形的嘛，然后也正好有这个寓意，也是在这届奥运会确实是圆满了，非常开心吧。